想问一下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嘉义。布袋的好美女航空。这为什么会走到这里来啊？杏鲍菇，好不好？你讲的多脑子。打开，我们是三个麻瓜，我是小冰，我是麦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你从哪里来，我去哪里玩。暑假是旅行的最好时机，不过普通旅行已经满足不了我们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尝试一种自己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旅行方式，我们就立刻示范给大家看喽。想问一下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嘉义。好的，那我们第三就要去嘉义哦。我从来没有去过嘉义，我想吃鸡肉饭，所以这就是你从哪里来，我去哪里玩的执行方式。从主要城市娱乐到三餐呢，我们都要跟从路人的回答去执行。天哪，我们三个人每次出去玩都会缜密的安排好行程，第一次玩那么大哎。那现在呢是9:05，不知道明天会几点到家哎。那我们就出发去嘉义喽，出发喽。我住台南。那你们今天住宿的地方是哪？友爱湖。怎么选？可以选给我看吗？看我们要从嘉义再去台南住。友爱湖。今天晚上三位的话还会有房间吗？啊，没有了，好，谢谢你。所以我们要再去问另外一个人了。乐客商务。5 minutes later。今天没有房间了。天哪，我们要再去找了。没有房间。Oh my god。阿波鸭肉面。我其实以为我会吃鸡肉饭，然后结果刚刚那个人推荐鸭肉饭，CP 值蛮高，便宜，对不对？而且真的是找仔的。台南店名叫鸭肉面，只有我点鸭肉面。他的贡丸汤跟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都不一样。我刚才喝酒，而且他有三个贡丸，25块。这个客厅菜好好吃哦，我的饭好好吃，饭这个汁，那个汁融入饭超好吃的，好好吃。这个是大碗的，40块。老板又招待了。绿豆沙牛奶。是像奶粉，对，它就是像光鲜奶，鲜奶，就有点像包酒。我以为包酒，很像包酒，但我觉得不错，我也觉得很好喝。谁在听奶？证据。怪异生活。它里面是包冰淇淋吗？就是、不是，就是芋头而已。Oh my god！ 但是它不会很浓，蛋卷味比较香。那你们觉得 OK 吗 ？CP 值？大概。我想要一支翡翠柠檬冰棒，好吃吗？吃起来是哈密瓜的味道。真的？哦。
叶绿素，可以帮我写下来吗？哎，叶绿素是植物，那个光合作用，光合作用，哎，它又不是那个植物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我们今天有房间，没有订到了吗？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饭店，是厕所啊，是淋浴的，牙刷、毛巾、拖鞋、冰箱，什么都有。噔噔，还有挂衣服的地方，很干净的感觉。呼呼，不买笔哦。哎，你们这两杯饮料在哪买？看起来很好喝哎。我是台北。拜拜，谢谢。这两杯红豆绿茶跟微糖巧克力，好喝哦。但是我们微糖偏酸，但好好喝哦。我觉得好好喝，因为我不能喝绿茶，所以我只能点那种。地瓜球哪一间的？前面那边。哦，那个叫地瓜球。好，谢谢。在路边，现在路边。你还有芋头口味的？芋头口味的。紫地瓜啦。还有什么形容词？香气迷人，好大好圆。你们早就没有变迷之 YouTuber。火鸡肉饭前面那一间会有人在排队，他排队那一间就可以了。对对对。好好好，谢谢你，终于可以吃到鸡肉饭，好开心啊！哇，不小心又点成这样。哎呀，不好意思。我喜欢那个酱，还有胡椒的味道。你们今天还吃得下吗？可以。方姨，这是什么汤？酸菜小鸭汤。那汤也太多料了吧？这碗多少钱？35块，好好喝。而且我已经吃好多菜了。这个味道汤会是大师，因为你已经吃一点了。对，我吃一点。20块。我的粉肠汤35块。给你点粉肠汤，我点粉浓汤。我的在这。我从来不会在夜市点杏鲍菇，对，我也是第一次点 ，first time， 杏鲍菇英国包。不知道要不要抽我赢来吧，用它来决定。跑到狗啊！他们只会跑到狗。你看他们好不容易用了这个，然后又要去吃。对呀。芳芳准备下去。对啊。那我去抽一下好了。最后一个。我想要抽到这个锅是帕恰狗，是大狗哎，你大狗不第一名的，对啊，我要那个大眼猫，你太强了吧，怎么会变成黑名单？
经去冠山顶之后做那个竹筏，体验那个养蚵人家。哇 ！Five minutes later， 打电话说那个船可不可以开到外山顶洲，然后结果船家就说都没有啊。外山顶洲我好想，我想去挖蛤蜊。蛤蜊是一个礼拜一，所以比较少客人啊。好吧。我们要把今天所有的行程以坚毅的方式画出四个漫画，然后发大家去上天才小画家要大展一手咯。这台 Galaxy Tab S8 Plus 有附赠 S Pen 可以跨装置使用，手机还可以当做调色盆哦。那天才小画家你就当第一棒哦。啊，可是我已经忘了第一个地点长怎样哎，我可以开多重视窗用 Google 和相簿偷看一下吗？咻，黄牙齿。蓝色，小小兵的吊带。你不要画那么细节，我们要画到三点。我们第二个点是去这里阿鲁卤肉饭。怎么会有个牙？哦，这台很轻薄哎，这个屏幕真的很大，画画很方便。对，他喜欢这样，为什么？不干不净的画抖来抖去。哦，一个一个小摊贩，可是这样那个空间不太大，好像我花路的那个路标倒了。啊，因为我们是合资要饭，哦，那我聪明啊！我就说了，你们今天睡得还好吗？根据我的手表显示呢，我睡得还不错哎，它可以进行我的睡眠分析，给予评分与建议来改善我的睡眠。哎，那这样还不错哎，之后借我戴一下，因为我昨天睡得不太好，想知道一下。它还可以分析身体组成功能，支援心电图、血压 App， 还可以监测睡眠。我也睡得不好，我这个房一直打呼。在附近哎，开车三分钟。是万恶的星期。对，今天礼拜一耶。所以它原本可能很漂亮才会到那，然后现在退潮了就什么都没有。这是垃圾，好多吃的，好多吃的，我感觉都被扭曲过了。哎，那里有一个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还有什么？麻雀啊！实在是蛮空虚的，所以附近有一个高跟鞋校校校场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花园这边好像全部都是以仙女奇缘为主题，哦，会有南瓜茶杯，茶杯不是美女也是，这就是我肌肉的鞋子，脚蛮大的。我们去那个布袋市场里面一个品鲜布袋观光园，叫阿珍的举手。阿珍，多少？五个。啊？好，阿珍让他吃五个。哈哈哈哈哈。八块哦，八块150。哈哈哈哈哈。刚刚他说，我们刚刚差点蛤蜊汤，没有捡的蛤蟆汤。蛤蟆汤是什么汤？哦，是啊，我这样讲吗？跟你讲，他这里下去，妈妈，这是什么？我考你们，你们知道这个叫什么？上面那个一粒一粒的，我
上次查到超酷的。嘉义高铁站，那我们现在最后的目标就是要找到一个从台北来的人。对，然后他们小兵全都是女生。哎，你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事情，刚好一个他对男生比较跋扈，因为有99.9%他的人喜欢。好的，我们刚刚已经买好了要回台北的票了。那你们喜欢这次的小旅行吗？不然我们在镜头前面0到100分，为这次的旅行打一个分数。好，3、2、1、6、6、6、6。我觉得是有及格啦，但是就会觉得说想要去的行程就没办法去，被限制住很讨厌。哦，我是觉得这样子玩实在是太累了，而且我们昨天差点找到住宿哎，光访问就访问了3、4个小时，不行，真的太累了。对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给到及格，因为我觉得心灵真的很疲劳，因为我很喜欢全权掌握所有行程的那种感觉。不过借由这次的这种旅行方式，我觉得才可以真的去到一些，例如说隐藏美食啊、隐藏景点那种比较小众又很赞的地方，所以还是有它自己的优点吧。那就谢谢这次 Samsung 的酷炫小伙伴们，陪我们合力度过这次的小旅行喽。最近现在推出教育优惠，提供学生各种商品优惠。手机、平板、萤幕9折优惠，耳机、手表7折优惠，学生可以趁开学前买起来。如果你是台大、台师大或是台科大的学生或教职员，可以是全台唯一的三星智慧馆台大校园店 Galaxy 系列商品享有教育优惠哟。那我们就准备回台北喽，耶、yeah, ，Go！小胖，小胖，小胖，我拿走了，我拿走了。恭喜我们活着回到台北了。那嘉义有没有什么其实很好玩的地方是我们没有去到的呢？欢迎下面的人告诉我们哦。希望我们的朋友们按下订阅、分享、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我想吃栗行饭。那我们现在来买高丽的家庭高丽高丽的家庭好的，我们现在买好了高又高丽高丽到底是谁？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把说？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把？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把今天？哎、欸，我们今天啊，爱小麻雀。你是天才小画家。那我爱小麻。爱小麻几？Galaxy Tab S 8有附 S 8 Plus， 来打起精神哦，打起精神哦，哎，打起精神哦，小包给我拿走喽。哎哎，你怎么 NG？ 五百年前，你看一下我的头。